Thank you.
这个送很多吗？很多。好，谢谢你。
朋友，大家早上好。好。好的，刚才呢是为各位带来暖场表演，对，暖场的表演。好的，因为下雨的关系，其实它有一点滑，造成了一些失误，但是我已经把我最好的表现呈现给大家看，可以再给我一点掌声吗？接下来是我最后一段表演，也是我最精彩的一段，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分钟，我希望各位可以陪我一起完成它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如果等一下失误啦，都是天气惹的祸。开玩笑的，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再给我个最热烈的掌声以及鼓掌吗？谢谢。那个楼上会湿湿的。刚刚有楼上吗？好好好
感谢各位愿意这么支持我，在这种下雨天的天气。最后祝福各位在屯区艺术中心有美好的一天，大家新年快乐！谢谢。哇，好精彩哦，棒棒，好棒哦！让人留步一下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很热情的，你看他们下雨天都不走，对不对？废话，他们有雨棚啊。辛苦的是艾伦，再一次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其实真的我要替艾伦说一下话，因为这个天气真的会有一点滑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哦，这个水晶球啊，你有算过打破过几颗吗？有裂掉的。有裂掉，这个没有完全真的哦。哇，所以是你在练习的时候有用其他，比如说像那个不会破的球练习吗？然后再进入。这个也会破啊？哦 ，OK， 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顶多是裂掉，但是从来没有破过。技艺高超，哎，练到你这样就是出神入化，那个球好像长在你身上一样，是要练多久啊？六年的时间，你看到吗？刚刚小朋友就替你很紧张，说他为什么要用衣服擦啊？小朋友就是非常的投入。我们再一次的掌声，谢谢我们台中市优秀的街头艺人艾伦水晶球精彩的表演。哇哦，回去小朋友不要写哈，不要说妈妈家里头有没有水晶球，我拿来敲击一下这样子。艾伦哥哥是练了六年的时间。好，那我想呢，在这个天气底下做表演哦。